那我先去找。好，那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我就走了啊，回头聊。哎，你别忘了啊。钱处，哎，钟离啊，那个贺教官他过来有事啊。啊，哎，你说的是贺俊峰啊？啊，他调过来了。调过来了，调到特别行动队了。钟离。 传过来，何初，几点了？这叫上班吗？实习生有你这样的吗？这是你写的任务报告，拿回去重写。是。还看？我马上就写。这次回来了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走了吧？ 应该不会了。哎，你和钟离在江州银行的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，张作霖的秘密行营还没建完就被你们偷了底，校长现在非常高兴。我没做什么，主要是钟离的功劳。这次回来给我带个二处。那何云呢？他带一处啊。我是没人，我要是有人呢，还想建个三处呢。俊峰挺好差遣。好好干啊，我还等你接我的班呢。这我可没想过。哎。 怎么能不想呢？人这一辈子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能够为义父尽力，我就知足了。哎，男人要有野心。你呀，野性够，就是野心小点。嗯，哼哼。哎，对了，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又不是贯穿伤，小意思。那也得好好休息啊。我不累。到底是年轻啊。哦，对了。 他们知道你回来了，要给你接风呢。我不去了吧？哎，给你接风，你怎么能不去呢？嗨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，回头我给你接风啊。
文职？对啊，嗯，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好像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啊。你们俩慢慢聊。哎哎，喂，你什么时候说过你有事儿来着？哎，我现在不是说了吗？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奇怪了，这个人不用理他。那好啊，走，去我家。也伤害，也伤害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最新鲜的。啊，来，还不错吧？好好吃。那是，我是谁啊？我可是许正帆，许大仙师爷。谢谢了。啊，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嗯。你好讲究啊，还带这个东西。啊，我觉得男孩应该不拘一格一点。你比较喜欢随性的男人。当然，你呢？我不喜欢男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？我喜欢不拘一格的女人。所以你就要随性一点，要不然人家很难放松的。哎，对了，钟离，你都好几天没回家了，今天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嗯，你感冒怎么样了？好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感冒了？我听到的，别忘了，我住你家对面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谭瑞玲跟我说的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他说啊，他说男孩的嘴巴，亲起来很软很润，想让我试试看男孩嘴巴是什么滋味。啊？哎呀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对呀，你的嘴巴很软很润。哎呀，真是又软又润的。我忽然想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上特训班第一堂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演那个情侣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一想到那个我就狂笑，我觉得我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演这类戏。你笑什么？谭瑞玲她把这个事说得那么好，我还真有点想试试呢。哎呀，可是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你想跟我试啊？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没什么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实在太丢人了，竟然跟一个男孩说这些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什么，其实我吃的差不多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哎，钟离，钟离。吗？还有，哎呦，不要听，不要听了，谭瑞玲，你就是个坏蛋。
人我找了，事我也办。哎，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呀、啊。你们想想、啊，这校长至今都没有实力，没有军队，搁谁谁也会去支持吴佩孚，不会支持是校长啊？哎，张作霖这件事，就充分显示了校长的实力。美国人应该有这个眼光啊。哎，反正话我是带到了，美国人现在还没有反应。哎，没表态就是一种表态了。没钱就没实力，没实力就不会有人支持，没有人支持就更没钱。哎，是这么个理呀、啊、对啊，没钱是不行的。恐怕他们不支持校长还有别的原因，校长现在用的是英国人的钱，美国人怕自己的钱投了，将来会打了水漂，给他人做嫁衣。可是现在也不能把英国人甩了，没有英国人的支持，那校长更寸步难行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呀，这就如同嫁闺女，彩礼虽然不多，也先拿着，拿着这个彩礼再去找下家，下家没有找到之前绝不能撒手，那总得把姑娘嫁出去吧。对不对？任何事情啊，只要到了老
脸部轮廓好清晰，这么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想。拜拜。
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我可提醒你，别忘了纪律，有些事永远也做不得。别忘了柴英。我把这个给主任送去。是。进来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嗯，主任，这是何处让我交给您的任务清单，里面有银行的任务底单、张作霖剩余物品的清单，还有这个月新发展的七名党员的背景资料和家庭亲属网。其中这一位是要留底调查的。人都安置好了吗？安置好了，家庭窃听器已经全部装好了。盯梢的两天会换一次，楼下的邻居也都已经控制好了，就连对面的租车行也都有我们的眼线。嗯。主任，共产党不都公开身份吗？万一他隐藏了身份，将来就都是后患。去吧。还有事吗？您答应过我，我奶妈的事，您说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是答应过你。你也是搞调查工作的，要调查清楚一件事情，是需要时间的。那现在是到哪个进度了？您能让我知道吗？该让你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让你知道的。可是……出去。教官来了，快点，我给你打掩护。哎呀！
孙处，上次张通那件事，是我多嘴了。你要干嘛呀？你不要命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。要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我是在找我奶妈的案子。奶妈的案子不是查了吗？以前我也这么认为，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没有头绪，所以需要等待。科里这段时间一直太忙，所以我就在等。可是我今天刚刚去问过主任，他说让我耐心等待，说正在查。可是奶妈那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。我只要一旦想起奶妈的事，想起罗逸飞的事，我就会觉得我的轻松就是对他们的背叛。你别这么说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过去的。如果你现在垮了，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都于事无补。所以我现在需要表现得更加嘻嘻哈哈。去趟梅庄，梅庄太远了，再说那边也不安全，不去。这是什么？哎哎，这个，哎这行，哎这行，哎这行，哎哎哎，咋钱？行行，我还以为您多大方呢。啊？来，拿着，来，哎，上车，来，上车吧。坐好了啊，走了。哎，使者午后小商船到。我们跟张作霖的这场战斗打得不错，虽然银行和铁路出了问题，
但我们保住了政府大楼，还端掉了张作霖没建好的基地。他们在江州的内线也受到怀疑，力量受到很大牵制。下一步，该对吴佩孚下手了。是的，根据前处的密报，吴佩孚派密使到江州来和德国人接洽。密使搭的是一艘小型商船，这个商船上一共有七个人，七个人到底谁是密使，我们并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分头跟踪，以最快的速度查出来。啊，我的天哪！您能不能……这关你屁事啊！我找错房间了。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善茬。他这种男人能看得上你？出去！怎么样？这边坐。那男的多半是间谍。看天边，看山腰。